北京时间十二月五日，新加坡 WTT 世界杯决赛首轮比赛全部结束。中国男单四人出战，二人晋级；女单五人出战，四人晋级。国乒三人遭遇一轮游，着实比较少见。梁靖昆以及林高远出局后，也代表着国乒在下半区又失手了。 林高远对阵雨果的比赛是首轮最后一场对决。世界排名第四的雨果在之前世乒赛仅仅只是三比四惜败给梁靖昆，无缘四强。作为南美一哥，此番雨果对阵依然在苦苦追求男单冠军的林高远。首局比赛，双方战至局末阶段，林高远还是缺少了一点霸气，八比十一先丢一局。第二局，林高远依然打得不尽如人意，局末再度连续丢分，九比十一告负。 零比二落后，第三局林高远依然开局落后，失误频频的他也是士气低迷，非常失落。错失局点后，林高远十一比十三无力回天，最终林高远零比三遭遇一轮游。首轮比赛国乒三人遭遇一轮游，包括梁靖昆以及林高远所在的下半区宣告失守，国乒男单又无缘包揽冠亚军了。女队则是世乒赛女单冠军王曼昱出局，一共九人出战。 六人晋级八强。至此，男单八强诞生，四分之一决赛对阵：上半区樊振东对阵郑荣植，王楚钦对阵皮切福德；下半区黄镇廷对阵张本智和，阿鲁纳对阵雨果。此外，女单八强也已经产生：上半区陈梦对阵冯天薇，王艺迪对阵佐藤桐，下半区早田希娜对阵杜凯琴，陈幸同对阵孙颖莎。